明正，不觉得天气今天舒服吗？真的特别舒服。嗯，很适合旅游啊。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最喜欢台湾什么吗？夜市吧。对，我们一定夜市一定是必来的。一定吗？那你知道鸡蛋糕吗？鸡蛋糕算什么？都吃过全台湾的鸡蛋糕啊。可是我们吃的一般都是用铁盘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带你来的这个超级特别的。什么特别？它是用炸的。用炸的鸡蛋糕，哎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想不到这位新世界娜美小姐真的很懂高雄呢。哎，苏阿妈鸡蛋酥，这里吗？对。而且你看，这边还有1963年呢。哎，我妈妈都还没出生。哇，你妈妈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们在这里开始卖这个。在这里开始卖了耶。他之前写的。哇塞，是。哇塞，你是谁？哇，吓到我！你来。你来。让我解释。他解释起来。这位小姐是谁？她是谁？苏阿妈。哎，她就是图片里面的苏阿妈啦。所以这个是她。阿妈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阿妈，来，名字来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了解了。阿嬷好像是1963年创造这个口，就是口味给大家好好的享受吧。是啊。哎呀。哎，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帅哥美女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就他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是不是炸的？鸡蛋酥炸的。而且你看哦，苏爸爸每天都在这里，就是现做、现炸、现卖。哇呀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要多，就是要做强调一下，全台湾。全世界就在这里找不到。高雄才有。高雄才有。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吗？从面团到这个样子。所谓的面包的面团。好，面包的面团还是这个另外一个面团。这个黄色哎，这个是饼干的面团。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用面包的面团跟饼干的面团结合在一起，这个很简单，好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它一样的切起来。气嘞，谢嘞。来，你也拿一个。来，压下去。谢老弟。哎，没问啊。它这个外个线，差不多一汤匙了呢。嗯。切嘞，它这样跟包水饺一样，这样就好。水饺还有那边几个很对，那里面。OK。很干干。一汤匙。啊。太多了。没关系，你喜欢吃多包一点。可以比较香啊，多一点没关系啊。然后包起来。包起来，来。压过来，哎，你哎，对，按这个两个面皮拉过来，就可以了。好。第二，按你换。第二，来换着。很随性哦，我很随性。对，这样就好。哎呦，你厉害哦。苏爸爸。听听话，真的厉害。从这锅边慢慢的让它滑下去。不能直接给它晃。不要。好。明真。好。小心哦。小心。不要扎自己。装方便，哎，慢慢的花下去，对。哈哈，明真手蛮巧的，看来这小妞对台湾美食情有独钟外，手做美食看来也是挺有天分的嘛。而且阿嬷一直在旁边认真招揽客人，整个就是超可爱的。这鸡蛋酥外酥内软，有甜有咸，各种口味都有，一口咬下，蛋香还会从鼻腔冲出，超好吃的啦。其实我很喜欢台湾的文化，对，台湾的文化。然后每次一来到台湾，听到人家说台语，我就觉得非常亲切，因为我也是潮州人，丢九郎，所以其实音一样，差不多相似。哦，就是还会听一些历史的背景是一样的，对，但是美食是不一样的哦。小心的当，这个是第一次嘛？哇，这个有点像是那种面包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哦哇哇哇！要小心哦。来踹一下，可以吗？说明我包的，我把那个料包到太里面了。真的吗？因为它是有面包的粉团跟那个饼干的粉团 mix 在一起，所以那个口感很有层次，而且它非常的香脆，里面是非常的软嫩，再加上它完全不吸油哦，里面它是很香甜的。我觉得它每做有一点像是那个鸡蛋糕，但是鸡蛋糕是外面是那种软的，
这个呢，外面煮，里面软，而且我最好吃的只是油这么多的一个很大的锅子里面，然后呢，它一直在炸，完全不油腻，很厉害哦！哇，太多了吧？有，还有那个干，我刚刚放很多。哇，这是你现的。哦，一定厉害哦！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有那种跳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酷啊！这么厉害？因为它那个咖喱它没有到很辣，有些人就是很怕吃辣，它的辣度没有到很厉害，所以它的那个辣再加上那个面包团的那种香甜 ，mix together， this is amazing。哎，不是，我好奇的是，你在马来西亚那边吃过这么多的咖喱，味道是不是很重？它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有带一点甜味。就是日式咖喱的那种甜味，日式咖喱比较甜嘛，甜味，所以我觉得小孩子都会很喜欢。看得阿达我又怀念起在家乡的好味道啦！这位于渡船头旁的鸡蛋酥有众多口味，喜欢甜的选花生，好好吃；喜欢咸的朋友，咖喱也是首选，原味也好吃。没错，绝对是大人小孩的最爱。每天下午四五点是人潮最多的时候，想吃都要排队等老板现做呢。热热吃最好吃啦！高雄真的好吃又好玩，当然也越来越美丽，甚至还有约会圣地，让老屋耍浪漫哦。明正，我很得意的讲哦，我们台湾人哦，很多方面是世界第一名，我们是热情、爱朋友、大方、善良的民族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跟我们一样，多好哎！很棒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呀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台湾人都很爱朋友。来，哎呀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你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样 OK 吗？温暖吗？哎，可以吗 ？OK 啊，帮我们找这么多的经典，还有做这么多的功课。也是。现在呢，换我要秀给你我的诚意，等我一下。帅哥，来。帅哥，不是这里吗？什么？我帮你买票。早一点讲完票。求毙了！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外国人有时候有一点笨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买票了。我要买票。对，前面一下，不好意思。这样要怎么把妹啦？啊，对哦，看到妞都差点忘记你都当爹了。搭船记得要买票啊！跟你们说啊，来到高雄爱河，不要只是散步嘛。这边只要是好天气，就可以花小笔费用，让自己身处在威尼斯般的享受。这爱河小游艇的船长会唱歌，搭上两旁的景色，是不是超浪漫的？我说老吴啊，我好羡慕你可以跟小娜美独处同一艘船，有爱河啊！这一刻，所有的男性粉丝应该都跟我一样羡慕死你了，我也要。今天这个就麻烦这位歌手唱了，所以刚好这边有他的一首歌非常好听，我来跟他介绍一下，叫《不再有》，刚刚好交给他了，谢谢。哎呦，李明志，我害羞哎，这个完全没有安排哦，你的个人秀。过着充实的生活，新朋友，新期待，新工作。说真的，如果我会寂寞，唱 KTV 看电影一眨眼就过。说真的，如果觉得难过，隔天睡醒就好了，不轻易把自己挥霍。天哪，我想我又开始恋爱了。天哪，怎么可以那么浪漫，那么好听，那么可爱呀、啊、男性观众朋友们，这集真的让你们给赚到啦。明明真怎么可以这么多才多艺，太厉害啦。白天搭船和晚上搭船的感觉都很棒，是个超适合全家大小或情侣一起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哦。好啦，你以为节目就这样而已吗？怎么可能，浪漫完后该有的重头戏还是得来呀。饿了就吃饭走。